对一个演员来说，角色就像衣服。换上不同的衣服就能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拥有无限的可能性。你只需要一个场景，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换件衣服，什么样的故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女孩是一个舞者，在户外奔跑着。男孩是一个音乐家，在玩四弦琴。他们交换着心底的话语，但他们的语言却是舞蹈和琴音。他们只是朋友，在保持一定的距离内，女孩喜欢为男孩拍很多照片，就像男孩知道的一样。在女孩的镜头下，他总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深处。记者和电影明星的故事，一如既往的好动。他试着挖掘他的秘密，却不知道，真正的女神是经过千锤百炼的。两个陌生人在一场派对上第一次遇见彼此，但感觉却并不陌生。因为某件美好的事情正在慢慢拉开序幕。他们试着结束这段痛苦的感情，朋友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太远，
而情人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太近，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彼此，却又无法离开彼此。无情的厄运将两个陌生人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，唯一的活路就是彼此依偎，不离不弃。一个场景，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，故事随时在发生，不固定的角色拥有无限的可能性。身为演员的我，喜欢扮演各种角色，因为我知道，角色就像衣服，只要改变风格，就能改变身份。而布料、棉，才是我的灵魂。纵使我的身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，但我的灵魂始终如一。你是丽儿。我是